棍术是武术竞赛中长拳类项目之一。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棍术是在吸取了传统优秀棍术典型动作的基础上，严格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创编而成的。全套动作分为四段，共51式动作，棍法纵横，变化多端，难度适中。全套动作布局巧妙，连接顺畅，起伏转折流畅有序，充分体现了棍术项目棍法密集、哨霸并用、势和力顺、棍打一片、勇猛快速的运动特点。我们来介绍棍术的第一段，第一个组合。在第一个组合中，主要包括的棍法有轮棍，请看演练。好，接下来是第一个组合的完整演练。动作要点：轮棍要成平圆，力打棍梢；背棍盘肘，肘尖向前，力打肘尖；棍要紧贴后背。动作质量扣分，四个扣分点：前腿膝部未打脚背，前腿大腿未成水平，后腿脚尖未内扣，后腿脚掌任意部位远离地面。下面介绍棍术第一段第二个组合，共包含两个重点棍法：点棍、
摔棍、点棍、摔棍、下面请看第二个组合的完整演练。第一段第二组合，重点难点动作介绍。点棍的动作要点：提髋、转髋、提腕、力打稍端。易犯错误，摔棍的易犯错误：翘把棍，棍身不能平铺地面。扣分点：轮棍，棍未成平圆。介绍第一段第三个组合，请看完整演练。下面介绍第一段第三个组合的动作质量的扣分。旋风脚的动作质量扣分：击响脚，脚尖未过肩，未击响。跌速叉，前脚内扣触地，后腿弯曲超过45度。下面介绍第一段第三个组合动作难度的不确定。腾空飞脚步数超过4步，未腾空，击响脚低于水平。腾空旋风脚360度不确定，助跑步数超过4步，未腾空，旋转度数不足，击响脚未过水平。腾空飞脚接侧空翻，中间的助跑步数超过1步，连接不予确认。旋风脚跌速差，一次落地滑差，附加支撑倒地，动动连接不予确认。这组动作中，转身抡棍要上下配合协调用力，抡棍平圆，力打棍前端，弓步被棍盘肘时，盘肘要力打肘尖，棍身紧贴背部，整组动作始终保持器械与身体的协调配合。
这一组动作要做到撤步与脚棍协调完成，棍梢立圆绕动，摔棍立打棍身，点棍要提宽转胯，提腕点棍，同时腾空背棍和冲拳要协调一致，整组动作节奏分明，力点准确。这一组动作中，腾空飞脚空中要立身，击响腿过肩，腾空旋风脚360度，转身跳起时要立身旋转，助跑的步数要准确，击响腿要过肩，整组动作要动作连贯，上下协调，脚下步伐要灵活轻快。国际武术竞赛套路第一段讲解完毕，我们下次再见。